如果这个跟野马选，我会选这个。我来改一台干掉泰山的野马，要不要？这个也17年的车，再怎么样应该也会在6位数了不起了，好不好？他如果要卖超过这个数字，我们就不要跟他买，就不要买了。买这干嘛啦？帅啊！哎，可是车糟糟的，你看那方盘亮不亮？亮的跟军头一样。我给他后座蛮大的，你看，哦，还有后座出风口。哎，这车蛮脏的呢。哎，看到没有？是最新的战损涂装，你看啊，它这个音响面板哦，美国车就这样，没办法改荧幕啊，怎么改？而且这小小的而已啊，而且这边还多了2个半月系，你要怎么改？它这个不是标准的凸定哎，哦，所以这个开这个车影音的部分，人家放弃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车是装逼神车，这真的是装逼神车。我先去看它卖多少钱，我再回来跟你讲为什么装逼神车。好，那这台这个2004的宾利，哎，不是宾利，改。300C 哈，那回来我讲了，预计全车我已经想好，我想要把它改成那种钢铁灰的啊，不要黑色哦，不要，那黑色很难顾哎，要黑的吗？黑的很帅啊，不是灰的跟这个比较接近啊，你如果改黑的，那个门一打开很挫哎，连里面一起烤啊，连里面一起烤是不是？你动作很紧哎，好不好？那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台车改造之后的样子，下次见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会社にくいぬい。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。城主夢天堂。这么快，对 ，OK， 哇，不到5分钟哎，不到5分钟，不到5分钟啊，好 ，OK， 嗯。这么光美，这是开门也有，音量，音量都可以的哈，对，这里的功能也都有了。那个是选单，来选单，这台是专车专用的吗？算是专车专用吗？因为我看它这个形状跟别的还不太一样，最主要还是后面这个东西的，这个啦，这个是什么？它联动方向盘跟扩大器的那个控制模组啦。哦，所以要有那个，这个才可以。没有那个方向盘也不会联动啊。
Boss 跟扩大器也不会起来。你的上帝都是用这种无损的接头啦。我们也在高雄的感谢大家哈。叶黄素呢，我们大组的就是六盒1900，订购资讯。完全路还算不错。对啊，这个框还算不错哦。最主要是后面那个东西啦。没有那个东西，这个方向盘就没办法去拿它做联动，就只剩这个主机而已的意思。我们主机没有这个联动，就改这个就没有意义了。那连 Boston 的扩大器也可以驱动的话，那就很完美。外面如果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话，就什么样的主机都可以改得上去了。嗯，比如拖了这个，拖了这个一定要、那个、后面那个线组，对对对，那个线组加那个 Can 的协议盒。它原本还不会有这个功能、啊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再办的是改完之后，改完之后都会多这个啦。就是多这个就是一个有点警示的一个功能而已啦。对，它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，非常的经典。看到今天这个在哪里？天棚，就知道干嘛了吧？哦，哎、欸，一包又一包哦。啊，我知啊，哇，这个是那个光纤。小时候你有去那个圆山动物园要买一根开灯，然后那个满天星那里。手电筒哎嘛。哎、欸，哇，对对对，还有我有童年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装在屋顶上。哦，哎、欸，有咖啡啦。来煮啊啊。哦你有没有被这输过？被输对啊！主机在这，哎、欸，很多呢，那几啊包呢，要修我家马屋呢，这拢啊整齐的哦。哎呀，几条啊整齐呢，啊线啊个里啊水呢。哦，这个大工程哦。这个星座，这有一个黑人，这边有一个天秤座，这边有个水瓶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刘德华的天秤座，哇，我们这有一个银河系呢，哎，哦，阿呆，还不错吧？你不要再变色了，白色很漂亮，不要再变了，不要再变了，白色是最漂亮的，哎，其实红色也不错呢。其实我刚刚觉得紫色，紫色干你变态，最蓝色啊，最蓝色吧，最蓝色，哦，这个也还可以。哎、欸，这个也是、這個、哦，这个这双色吧，哎、欸，这还有双色，是双色啊，哎、欸，这双色真的双色，这蛮酷的，啊，流星，你看有没有？流星就是白的吧？对啊，流星就是白色，流星固定是白色。哦，哇，银河系呢？哎、欸，它这颜色不一样，哎、欸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很像银河系啊、哦。你有那种爆闪的吗？
我想到你那个唱歌的啊。有啊，他有那个声音的、啊。唱歌模式。有啊。哦，嘿，哦，哈，嘿，哦，嘿，哦，哈，哈，哈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这個，哦，哎、欸，也是蛮敏感的。奇怪，他在旁边煮东西，一直在卖而已哈、哦。对啊。这遥控器要赶快。赶快呢。你都明天还约不约你啊？来，你一看。哇，酷了吧？欸，要上车关车门吧。陈婉。哇，哈哈哈哈，小姐一起看星星吧。小姐要不要来看星星？哪有星星？嚯，来，一眼艳蕊。哇。啊，家叫姐黑人哇。对啊。我看。对。酷吧。天马流星拳呢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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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谁谁啊？星光顶棚开完胜，对不？前面叫泰山当司机，后面叫个妹妹，有没有感觉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这小姐，你有感觉没吧？没有哦。哇，气氛整个都来，太狂了。星光顶棚劳斯莱斯赚什么？三天的时间而已啦。对对对，三天。我有三天的时间而已啊，所以事实证明它真的是手工的。它卖那么贵是真的。卖那么贵，它真的是手工的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开雷，无猪无狗啊。现在300C要检查，我们请黄基陈老板。我们家哪里坏掉？初步检查起来它避震器的有异音，右边的避震器有异音的，还有这里面的馒头都碎掉了。啊，对啊，都糊皮了。再来就是踩刹车的时候，那个碟盘啊，刹车盘会有反馈的现象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会跳。对，那它算是变形吗？刹车盘变形。哦，哎，虽然目前正肉眼看还摸起来还好。没有说很明显，可是这事实上跳得很严重。嗯，我们刚试车的时候跳，哇，那跳得蛮严重的。啊，这台车有这样刚刚检查底盘的地方哦，都没有漏油的现象，还状况还不错。哦，啊，这冻啊皮哦，咱若换冻啊半吼，伊冻啊皮剩一半尔嘛，一般拢做阵刚换掉。哦，可是它这个 ABS 的灯哦都亮着嘞。对啊，哎，所以我们刚刚检测起来哦，是后面这两个 ABS 的感应器。有问题，这两个，对，这边，ABS 后左跟后右的那个 ABS 感应有问题，是刷派去还是？他是写那个 ABS 那个断路了，所以应该是那个感应器那边坏掉。哦，所以先换掉就好了。对，整组的，整组。对，这种美国车来的，它是整组连感应线，因为它是没有分开的，它是这样出来，走这样子，然后到这边来这样子。哦，两边这样子。啊，其他的部分后面的部分哦，离压枪啦，还有避震器这些都还好，感觉上都还蛮正的。因为这台车型状况还不错，对，哎呀，不错，对。等一下就是连保养那些机油油芯、空气芯那些也一起把它一起弄，哎，一起把它处理掉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开始把它处理了。处理，啊，料都还叫得到，料比较难叫而已啦，可是叫得到，还叫得到，对。哦，我也不然这种美国车很难叫的，因为这车很小。对啊，那避震是要都换掉吗？前面的？对，芯而已哦，换这只芯，还有那个上座馒头这样子。哎，这个防尘罩都还没有怎么样，所以这个就不用换。原厂的？哎，这个都原厂。好 ，OK， 开始。好，出力了。
車に食い抜い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。城主夢天堂。好了，耶、yeah, ，整理好了，终于整理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自己供单列，好不好？每次都是一堆啊，还是我要开头啊？欢迎收看今天爱车大奶照，改造啦！啊、要这样吗？那、啊、最后我们就剩下这个柯P上次哦做的这个立标，柯P那边有秘密武器，好这个，然后把它连在这里，装逼，装逼，好不好？就是真的是要装逼哦，还有。铝圈盖，头到尾，彻头彻尾的装逼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整理有什么哈？头灯啊，框框啊，哦，啊，色打啦，哦，还有这个整台烤漆，整台哦，对，我们整台把它改成深铁灰，我觉得这样看会不会比较有质感？还有非常贵的隔热纸，凸显质感的隔热纸，好、哦，尾灯已经把它弄成有一点熏黑的样式了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阿哥你打解，看下等会是安怎啦？看一下小灯哈，有多吗？有，熏黑。有没有刹车？方向灯？是圆的。圆的啊，赞宝。好啦，接下来就是开光仪式了，好吧？阿哥来开光啊，开光啊，钱都开光了。接下来就先粘 B 好了啦。我先吼着。你看，它原本这里面都已经有一点点的掉漆了，你看。哦。有没有？克莱斯勒字都看不到，那我们刚好就把它贴掉。OK。装逼啊、欸、我很喜欢这个，你看这个弄起来真的很像劳斯莱斯。其实这不是宾利的时候，其实这個大灯跟这个框看起来是劳斯莱斯的。两花一样哦，两花一样哦。我看了两条哎。哎呦哎，完全现在想把好你抓落来。哎，你的逼麦歪歪呢？我知道，哎，这两没嘞，你这哪个两？那。水喝较少的就黏嘛，啊！你阿呆哪会这黏？啊，最近水喝较少。对啊，欸哦、老师开个光，真注重呢。有、哦，傲娇，就这几。哦，再，哇，哎、欸，逼耶、欸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轮圈盖，走。啊，够后面对吧？后面是小 B 啊，大 B 啊，小的。后面臭 B 啊，走。请 B 给我麦。啊，差不多了，好。你左右啊，你对的，左右放一点。好，过年没？好。没有，那比赛。好，我丢。啊，真的？休息啊，你休息啊。还好，还好，阿呆有给做几年。我左右顺序把你处理一下，左右想好、啊，他这么讲吗？没有，没讲，没讲，没讲。好，我来。我让你。还挂掉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听，还有。哒啦啦啦！哒哒哒哒哒，哔嘞哔嘞，好。哦，剩下轮圈盖，我、哦、还那么多 B， 看你想贴哪里就贴哪里。哦，在这里两种啊，我来，还是你要贴这里。B 啊，哎、欸、，B 啊，不对，转过去。哎、欸，你走过去，给他代拍一下。哎、欸，走过去。哎、欸，哦。原来 B 在那里呀、啊！这都变对啊吧？对吧？这边对。哎，这弧度小高，你中机器，我知道。修起来，你再背起。哦，计划背就算了。好 ，B。好，我这里电话叫你修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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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啊，哎，45度角。哦，该手好酸了。你别被发现啊！还是过剩。逼的逼的，耶！下一位，下面一位。你哪个失败？过来打的泰山卡森啊！也在没有那种逼啊！最后一个了，耶、yeah ！好了，最后重点了，好不好？
感谢什么？硬核工坊。工厂。硬核工厂，感谢硬核工厂帮我们印了两次。哎，熊老表，哎，动作很灵活。对啊，我啊，你后边你看，我表子，我对迄个什么呢？后啊，后退一点。后退一点。好。安尼好。到位啊，到位啊。看看会不会飞掉？安尼赛到几点快飞去？耶、这次怎么做的？怎么样的？3D 列印啊！感谢硬核工厂，再自录一次，不错吧？你想坐这台车吗？你会想坐这台车吗？没有。你看气啊，烦死了！拜拜，好，做结尾了。好了，终于我没有搞定一台车了，而且这台车已经架掉了，已售出，砰，收奥，砰。然后依照惯例哈、哦，又是一个赔钱的作品。我们做了好多的作品都是赔钱的啊、哦，包括阿呆的赔钱货，对不对？每一台没有一台要赚钱的。这台车所有整理的工单一样哈、哦，我们好像除了刚改装的这些东西，包含引擎啊、底盘啊、哦、保养啊、耗材啊，其实都已经做过一轮。好，我记得你看那个动波也新的啊。那最后，一起 A 杠来呗，对吧？对，由南部的一个热情的粉丝朋友，哈、哦，把它订走了。对，又是一个没赚钱，我们享受的是过程。生小孩享受的是结果还是过程？过程嘛，对不对？生小孩只是副作用嘛。啊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一不小心就有副作用出现，好不好？要做这种哦翻新的影片，对，哎，我每一集都讲烦呢。啊，你知道我要讲啥无？无和你讲，我讲到就烂诶。就翻新的影片，其实做这个第一又时间又久又累啊。你看啊，又赔钱，就还了。对啊，啊，就靠流量和入耳入败。好啦，也不要那个啦，反正大家就是多帮我们分享，我们看流量好，我们再继续做整理的影片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咚，加入会员频道，好不好？会员频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不烧钱的啦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哎，啊，记得开去买槟榔呢、啊！真的，我认真的，开去买槟榔啦！啊，拍一下，看槟榔。对啊，拍。你说，哎、你觉得这台车大概值多少钱？这样，你觉得它是高级的车吗？这样问一下就好了啊。买个水啊，买个茶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买槟榔可以啊。啊，要不然这边客人可以访问一下，可以吗？想要跟小哥拍照。可以啊，先让我访问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访问完再发。不是，我要问女孩子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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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我们看一下，你觉得这台车是贵的车还是便宜的车？贵的。多贵？贵到什么程度？应该有比这还贵吗？当然有。当然有，是不是？有差很多吗？应该差蛮多的吧。我如果告诉你啊，这台车比这台车便宜，你信不信？成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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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了！我们的把妹神车终于成功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样算成功啊？哎，那问男生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不应该先讲的。你觉得这一台车是贵还是便宜？如果它贵啊，看那个车头就贵啊，看车头就贵。对啊，对啊，就看那个前面那个水箱护罩，水箱护罩就觉得很霸气的高级感。对，所以你觉得这车大概会是多少钱？该要，如果不告诉你。二手价嘛，可能要对，就现在这样，快100吧，好，快100，很爽哎！你觉得没有快100啊？原价该要，原价该要啊！你觉得是原价快100，但是二手价就不用，成功了啦！就这样开出去买槟榔了，阿呆，他说谢谢我们的好客人，他们在交车，好，谢谢，成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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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这么正的女孩子说这个车很贵，就成功了。如果长得爱国的，我还不想听他的话哦。他说：“我觉得很贵，哎，你滚开，我没有问你。”好，成功了，可以，给过了，给过了，好不好？去买槟榔，去买槟榔，去，对，快去买槟榔。他说：“这台车大概多少钱？”我们卖25万多，可是我们成本我是没算的，我觉得应该是超过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光那个天棚那个。哦，对啊，材料好像就一两万，他那个满天星有分几颗，我们买最多颗的啊，因为我们顶棚又换新的，对啊，对，顶棚也换新，对，顶棚换新，然后我们顶棚换新的，顺便叫他帮我们拆回来，我们再慢慢种，对，对，所以其实这个加起来应该已经超过25万，好吧，啊，快去买槟榔，好，这个买完槟榔就结案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会社にくい抜い、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上州夢天堂。现在出去干嘛？买槟榔，开豪车。好，谢谢。酷哈，你看，
够屌哦。我比较担心他上高速公路会断掉。不会啦，别吵哦。好啊，那今天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试车啊，顺便试个车好了啦。我们试耐用度，看到会不会飞走。90了啦，什么东西？老型仔仔啦，看你错。为什么要买槟榔？没有啦，顺便问一下，槟榔骑士讲说，如果我开这台车，我要载你，你要不要上车？你觉得这台车很贵吗？啊，很贵，那就上车了嘛，对不对？哦、啊，意思是说，哎、欸，你们都坐满了，我不敢上车。那就是你骑车价位不够，不够。你给他3000块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可是你给的不够，你给5万块，说哦，今晚是你的人了，有没有？你给他10万块，他会说，不管你今天来几个人。哦、假设你给他100万，他说不管你今天来的是不是人了，是不是人？对，跟你拼啊！这台我也开蛮多的，买回来我就新开的啊，我觉得这很帅，很大台，很帅。你想在泰山又怎么怕？有没有被10个打？我过去解决了一半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5个打我。中午就惊中哦。对啊。哎，对啊。看这边我哪知道我变成他？可怕哦。哪里可怕？别惊啦，这老神仔仔啦。哦，有啊，我砸他以为哦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有送2粒吗？没有没有，送7粒。我等一下就看你会不会这样问。我讲了，这对旁边的人要讲，我是负责，我今天是司机。阿力波雷讲，哎，泰山，泰山，你假槟榔哦。小姐，小姐姐应该是不会讲。哦，泰山，我男朋友好喜欢你哦。真的？那个应该不是你男朋友。男闺蜜。这个三家。这看起来这个也不错啊，先看一下。啊，有些不给拍啊，紧张啊。水瓶座，水瓶座，水瓶座，这应该可以啦。水瓶座，就一路过去啊。干，先问了啦 ，A 来塞啦。Hello， 请问可以拍摄吗？不行。不方便。第一间就失败了。第一间被打枪了。打枪。啊，我去，我变成50好了，规身变50，我甲讲啊。哦。好不好？哦。别等下坑的，快进来。有人会吃啦，用心嘛？问他一下，小姐可以请问一下吗？啊、我问一下问题，问一下问题而已。啊、对对对对对、哦。好，你觉得这台车贵吗？贵吧，看样子。大概多少钱？800-900。是没那么贵，大概30万而已。为什么？你看我们有星空顶仿宾利的。啊、哦，我以为它是真的宾利。那你有 IG 吗？有、啊，我们可以帮你宣传。哦，不用，没关系，不用，没关系哦，不用，真的。嗯，哦，好，好，感谢你，谢谢，感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下一家，好，谢谢。小姐可以请教一下，可以问一下吗？啊，问，那请问你觉得这台车贵吗？看外表就好，凭感觉。对，凭感觉。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有认真看、哦，他很认真哎。对，贵。大概多少钱？大概多少钱？心里的大概一个价值，这样就可以。我会去想象哎、欸。啊，假设好了，50万、100万、150万、1000万。要破千吗？破千、啊，破千哦。哦。要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700-800，也不用，也不用。对，300-300，也不用。再低，再低，再低。300，再低。100-200。哦，再低，再低。为什么？快进了，快进了，340而已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为什么那么便宜？其实这个不是真的宾利，我们把它做成类似像宾利这样。哦、很像而已啊。好啊，好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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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。耶、你这个为什么没有问 IG？这个品性，对啊，没人看到姐妹就忘记了啊，只顾聊天而已。哎、欸，千万呢、欸？千万，一个是上千万，一个700-800，将近千万。开这种出来装逼就对啊，还不错啊。这边妹，对啊，大家想吃槟榔可以来这边吧，可以走了吧？可以走，可以。这样可以交差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会社に食い抜い。聊完就好了，看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。上州夢天堂Here we go At the top of the class on a roll And it's time to run it up, yeah you know Maxed out, put the pedal to the floor Ay, On a roll, here we go, yeah At the top of the class on a roll And it's time to run it up, yeah you know Masked out, put the